新鲜的海蛎子肉啊，洗净，用开水穿一下，然后去除蛎中的水分，使这个肉这个坚实，再加葱姜米盐，大概腌制十分钟左右，挤去多余的水分，挂上面粉、蛋黄、淀粉合成的硬糊，逐个的用十成热油炸这个海蛎子，先炸一遍，然后捞出来控净油，再用十成的热油冲一遍，这样容易上色。这样两次的炸制啊，蛎黄外皮焦脆，内里鲜嫩熟透，口感的层次丰富。学做鲁菜，会吃鲁菜，我是陈伟华。